边边。鼓励，谢谢。哎呀，干干干干！嘿，这陈明辉，您是叫陈明辉来？这陈明辉，这好多干毛啊！干毛啊！你要靠帮我摆几摆？啊，这陈明辉，日本的叫，日本的叫，嗨，你话日本人叫噶？嘿，哎呀，讲你话奇怪的事，啊，我人好奇怪呀。哦，这算坐你叫来。嘿，我无坐啦，因为吼，查某囡仔咧讲啊。好，安喏，安那倒是徛起咧。我可能搁讲一摆，互恁看。我是讲奇怪，才桥顶红红就，哦，你徛过咧是。你难讲，嘿，日本那国旗啊，圆圆的啊。哦。哎，到讲入来。我的靠腰嘞，是不是路都是平啊？是平啊，经过平啊。人爱扛个肩胛头，你啊扛个过路。用安尼扛都用着啦。人扛个卡棒诶。赞赞，较早定定看到你这日本的团体节目，也一个禁止了，开始一段时间无看。最近又搁开放，你的天下过来啊！也无都爱当舞台顶看才看会到，当这电视上要看你就较难得看。系啊系啊，啊都足侪人吼，那我要做舞台节目，拢会要求讲一定爱唱日本歌啊。哦、啊，我是本来是今仔想讲无要穿到较大阵来安尼啦，我想讲在龙眼大内底，大家拢看普通的歌舞节目较侪嘛。啊，所以吼、哦、穿一个较功夫的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咱日本节目禁止了一跳，赶紧去管台湾唱去。嘿啊嘿啊。啊，一块唱袂煞呢，安尼红红甲要死啊呢。吼、哦，那是你的低歌段，你袂记？哦，你的低歌段一个扬落来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来买啊呢。哦，算我低歌段内面甲你斗歌舞。哦，有厉害哦。生意同我袂歹。嘿嘿。真不是讲个做什么低歌段，即因为人有看，但是这块歌内面歌词也袂歹。内面的歌词真通俗，人接收较紧，那边学也较紧。是啊，歌是安尼，你若灌唱片出来，歌声你若要好，就爱简单。第一点，歌的内容，歌词爱好懂，啊，从好的学。这个歌若要唱起来，就人我来学啊，会你来学啊，会。哦，这就较紧唱的。啊，你歌若你家己歹唱，啊，好听无唔对。歌词话人听无，贵都学袂下。哦，这咱讲实在。有呀有呀。哦，这咱凭良心讲，目前以歌坛内面讲，这歌唱是应该。你是叶启田对不？叶启田伊这块歌爱拼才赢，内面的歌词好嘛？大家咧学啊紧，也无怪唱。啊，你这含我都一样唱啊。男士必须的康庄。是人的歌，恁爸若要唱歌，你拢敢袂动？啊，我拢真正永远拢唱一句尔。是啦，伊的歌嘛是照你安尼唱，无可能卖二十几万张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歌就硬软贵。啊，我你唱。那不是必须的。你比伊个较歹听。伊这种安尼鼻音甲喉安尼小话声，对不对？真的真。我是来咧看戏的，后查甫在耳，后查某在耳，啊，恁爸侬啊，听恁爹侬咧看人。
用耳咧。我咧笑啊，要用耳。啊，有影你讲歌词有道理啦，因为即马吼，拄啊唱的是讲负责帮伊，互你拖安尼嘛。啊，即马吼，佮第三块唱片都无同款，歌名叫做啥，你知无？叫做现金价伫咧歌词。哦，股票的代志。即马系拢爱对迄社会时代咧行。哦，啊，顶下迄个是负责帮互你拖。顶下是负责累累。啊，即马即即地。啊，尾第二地是请你着保重，爱保重则袂负责累累安尼啦。啊，即马即地是现金价的。现金价的股市。股市。因目前咱吼，即中华民国的现象哦，真奇怪咧。我感觉有分做三顶人安尼啦，头一顶人哦，就是炒地皮啦。哦，炒地皮。卖土地啦，吼。跟他费玉清一样，卖土地啊，赚钱啊那样。啊，第二顶人哦，就是安尼买股票，买股票。即马咧挂单啊，买股票的人嘛有够侪啊，规台湾安尼哦，安尼大家安尼足热的安尼啦吼。啊，佮另外一种人吼，都是六合彩。你即马讲，你讲即句话，看我两个咧笑意思安怎？嗯，无啦，我是讲。嘛有专门咧签六合彩的人安尼啊。最近我嘛开始炒土地，但是我不爱炒一般迄款什么什么市内啊、闹区啊，不爱。我去帮阿婆，我炒帮阿婆。为虾米？我比山平，比别人较贵的。袂啊，这个干，因暗时拢民房死人来咧找啊。啊，你是讲讲人死人种的所在，我甲找较好的风水啊，对不对？系啊系啊。我就感觉我即个现金价值的高值，嘿，这是人。后个月我恁别出一个。哎，要学多少？现金夹在桌头呀！来，啊，搁刷嘞，要唱啥？搁刷嘞哈，就是唱台语歌，就是我第二块唱片的歌，歌名叫做《永远唱袂煞》。永远唱袂煞，一定唱袂煞，都咧食烂啦！只嘛搁永远唱袂煞。就是安尼，即红纸摕哩嘛。好好好，要加，当外面检讨会出来。来，甲拍破，鼓励者，谢谢。Because